的是新的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前阵子我们一家四口就一直轮流生病，轮流感冒。是的。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家里应该要来大扫除一下。那我们时间又有限，其实现在网络上蛮多在那种帮人家做居家清洁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家庭主妇嘛，要一次要顾一个、顾两个或顾三个，可能也要去工作，然后根本没有时间可以去打扫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还算是蛮好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是要我们第一次试试看。那网络上选择蛮多的啦。那我刚好看到一家叫做柠檬清洁，那他们家的特色是，就是他一次会派两个人，所以他会在更短的时间、更有效率的完成居家的打扫。我们也是第一次用，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试试看，看一下他们的服务啊，还有什么整个清洁下来的状况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是蛮期待的啦，因为网络上他评价算还不错的。所以他是整间都会扫吗？在之前的话，有在那个网络上会先跟他沟通，就是跟他讲说我们家有哪里需要打扫。那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现在目前的状况，目前的大概是这样。就是乱，不是说特别乱，小乱。以我们家这个状况来讲，昨天晚上还稍微有整理一下。目前状况呢，看起来算还好。之前我们有朋友也有找居家打扫，那他们的打扫就是可能要先把东西先都清掉，他才有办法打扫。可是这种的话，就对我们来说就一点都不方便。对，不要吓我，还要清掉。因为我们时间有限，那我们也希望他赶快在时间内完成。那我们还要自己收的话，那我们干脆自己扫就好了。真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待会苏珊会带 Cody 跟 Kyle 去上课，所以我们就刚好趁上课的时间呢，请他们来打扫。那看可不可以他们回来之前，然后就打扫完，这样子就超 perfect。这样我们一回来就清洁溜溜，心情很好。然后清洁的部分呢，我们主要跟他们沟通，就可能一些平常我们没有擦拭的地方，可能就帮我们做一些擦拭。这样说真的，我们平常真的比较少在清。就是一整天就是很忙很忙很忙，结束之后我们顶多就吸个地啊什么就没了，就我们也不会特别说拿抹布起来擦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跟他们讲说，我们希望这些柜子啊、台面啊都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擦拭。我觉得客厅是我们主要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打扫，然后再是房间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房间的部分呢，好巧不巧，昨天晚上 Cody 给我吐了，对，刚好有人吐了呢，对，他直接吐在床上。那他原本就说他可以帮我们换那个床单什么的，因为他们也有除尘螨的服务。哦，太棒了，对，他们说他们会自己带那个 Dyson 的那个除尘螨机。哎，这么巧，那台我们已经给我妈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用 LG 的，对，他们就帮我们吸完之后呢，就会帮我们换床单。刚好昨天看 Cody 吐了，这边有点臭，有点小臭。对，昨天真的是好死不死，而且我床单其实昨天才换，就刚好。然后妈妈还有说，就是希望她那个桌面啊什么，也可以帮她擦一下。超多的，本来只有这个，然后后来去全家换了这个，但是东西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又多了这个。然后之后慢慢放满了，又变有这个。然后东西这些放不下，又变有这个，所以就是咚咚咚咚咚。所以我们家根本不是玩具多啊，是什么都多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少的。你看，连桌子都堆成这样。对，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有点难清哦、喔，不知道他等一下怎么清。对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们交给专业的来。地板这些应该是会帮我们拖啊什么的，应该会吧。我觉得地板应该是基本吧，反正地板我们其实也是每天会吸。对，好，反正等一下就期待一下会有什么成果。然后还有那个上面的柜子，他们那个柜子应该是只要一阵子没有擦就很脏。我们偶尔会吸一下，但是现在上面应该最近有很久没有吸了。那边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容易吸灰，比较脏了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蛮需要有人来帮我们打扫。哦，来了。好 ，Hello，Hello， 不好意思，我们先双手消毒一下。最近会很多人要打扫。最近蛮多的，因为刚好疫情关系。对，顺便帮客人家消毒。哦，对对对，哦对哦，你们有消毒的服务。对对对，清洁的时候同时帮客人的。做一些可能台面、桌面、地板做消毒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帮一下哦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家好像有一点乱，所以要麻烦你们。没事，算乱吗？以你们去的经验，东西多了点，还好，只是花点时间整理了。好，像今天客厅的部分，可能东西可以稍微帮你做一个收纳，然后地垫部分我可以拿起来做消毒。然后在地板清洁过后，我们地垫才会帮我去。那房间部分你可以带我们看。可以。
那房间的部分可能就是床组的部分，可能就会帮你更换新的床组上去，嗯、那顺便帮你除尘螨。好，床头柜跟梳妆台的部分，还有地板的部分会帮你做清洁。好，对，你有后悔过来了？不会。那厕所的部分我会帮你多加强一些霉垢去除，然后马桶内外侧都会帮你做刷洗的动作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嗯，是因为这个床比较宽一点，对，方便我们。稍微踩上去，可以擦一下台面，可以，你们自在，当自己家，没事的。谢谢。小柯，你要去上课了吗？等一下回来家里就会变很干净哦。期待待会的成果吧。对呀、啊。拜拜，待会见。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他刚才帮我们吸出来的尘螨，大概怎么这样？这也是我们换了那个 Lunio 的床垫之后第一次吸尘螨，这样算多吗？算还好。我们也很久没清了，大概两个月。那些浅色的就是尘螨，嗯，然后深色一般都是灰尘。啊、哦，是。地上黑黑的这个是刚才上面那个清下来的，对，上面那个污垢，哦，灰尘，我们才刚清，然后可能不通风也比较容易积灰尘，因为连窗户的气力差部分也容易发霉，哇，真的是超多污垢。他们真的清得好细哦，所有垫子啊全部都拿起来擦一遍，这些柜子啊全部都搬下来，然后一个一个擦。这如果是我们自己要清的话，要清多久？一辈子应该要清不完。我在想一想，哇，我们家东西也太多了吧，三个小时真的清得完吗？现在大概已经清了一个半小时，真的超脏的，你看这黑黑的。我不会发现，我刷一刷都被刷出来。对啊，洗脸台下方靠墙壁那一面都霉垢。哇，这是霉垢，霉垢太可怕了。这种东西多了，你感觉身体会不太好。身体会不太好。那边墙壁已经很明显变得超亮了，干净超多了。下课了。下课十分钟谈恋爱，好老哦。今天上课好玩吗？今天上课挺幽默的，不是挺好玩的，因为今天小朋友很多，那他就有一点跟的比较少，因为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，就很可爱。有没有觉得家里变很干净？这可能很神奇，真的回家。Amazing 哦，变超干净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些都换位置，这个换的好棒哦。嗯，他有帮我们做一些就是收纳的规划。对呀、啊，收纳的规划，我觉得这样。现在要先去验收。辛苦了。来，那我们先生，我们再带你验收今天清洁的内容。好，那我们从玄关开始。像这边鞋柜的部分，我东西都有稍微帮你移开，有帮你擦拭过。那我们也有用滴露在做消毒的动作。OK。轨道的部分都有帮你打开做清洁过。嗯，好。啊，轨道的部分都有帮你清洁。然后这边的鞋架下方的鞋子都有帮你移开，那地板都有帮你清洁过。我发现一个，你们是有自己带水龙头来换是不是？这个也变太亮了吧？对，我们一般就是用清洁剂帮你刷洗过后，我们会再用科技泡棉帮你打亮，全面打亮过。哇，神奇小白，天哪，對對對，太扯了！这根本就完全新的，这我们用了三四年，而且之前超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亮，差超多的，这根本跟新的一样，这个也很亮，好神奇哦！所以真的不是用心的，不是。然后再来就是厨房的地板。对，东西有移开，有帮你清洁过了。那因为刚才我们帮你用琉璃台的部分，所以有帮你刷洗过。哇，连通里面都有帮你刷洗。我们那个咖啡色的那个深色，对，里面的部分，哇，有帮你清洁过了。然后水龙头一样的，我帮你打量过。好，谢谢你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我们家这样算好清吗？嗯，定期大概一两个月清一次，还算 OK，因为有在维持。好，但如果半年是一年以上，就时间会比较长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换妈妈来验收一下。好，换我来验收。跟你验收一下，看你一下感觉哪边有差最多。好，我都先不跟你讲，让你自己用心去感受。你觉得这里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这里不错。这里不错。对。
对，有做一些不同的摆放，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是擦过之后摆回去啊。然后我们家东西还是比较多一点，所以你一眼看可能擦不了那么多，可是你看细节的话，你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变化。对啊，那个超干净的。对，我来检查，哇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是饭店的床哎，饭店整理过后的床。然后整个整理过后，你不觉得整个房间的味道变很清新吗？对呀、啊。这是饭店的床头柜哎，怎么那么整齐？很整齐，然后它上面都全部都擦过了，所以刚刚原本那些灰尘的也都全部不见了。然后它这些柜子全部也都有擦，这边也都擦哇。然后婴儿床啊，全部都有擦。哇，这白色不一样的，哇，酷哎！它刚拿起来，它每个都有擦，所以刚原本那个都长很多灰尘的都变很干净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怎么这样呢？这样怎么好意思再弄乱？但是浴室呢，就超明显的，你去看浴室。全新的，哇 ，Oh my god！ 哎，真的哎，哇，全都新的，然后这个也变新嘞，对啊，这也全新的。好，再来你看纱窗，哇，纱窗也太干净了 ，Oh my god！ 它整个玻璃都拆下来洗，哇，还有窗面排风，哦哇，这是新的吧？我们之前真的很夸张，那上到一个爆炸，这是新的吧？真的是恶心那种。对呀、啊，现在真的是还帮我们救回来了。好酷哎！一般人应该就会直接换新的。它从这里亮到这里耶，哇，好亮哦 ，My God！ 这比我们刚住进来还亮。对啊，真的。哇，这个也是哇，好亮哦。琉璃台它也都有。这边刷的好干净哦，我的妈呀！然后玻璃啊什么的。哇，这也是哇。不得了，哇，好喜欢哦！然后再来是厨房，厨房它这里全部都刷很干净，然后下面好亮哦，在反光哎。然后下面这个它有没有在旋转？哇哦！那我们今天体验的服务呢，是三个小时的居家清洁，那它的费用呢大概是3000多块。我觉得以就是我在网络上看比价来讲啊，其实不算便宜哦，不算便宜。但他们家的评价很好，然后我当初会找他们也是因为评价的关系，然后又比较有效率，他们价格比较高，但是今天整个服务下来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，值得的、啊，真的很值得，对，真的好心，真的。我们可能如果预算没有那么高，比如说我们一个月请他们来打扫3个小时或6个小时，我觉得就很划算，一个月就可以了。对，就一个月一次。那如果大家是那种更高需求的，一个礼拜一次，我那一定家里边超级干净，真的。因为像我们有很多朋友是那种新时代女性，就是比较不想花时间在打扫家里上面，讲清楚，没有专业的东西就交给专业的，对，交给专业的来扫。对，我们是新时代女性。如果找一个专业的来扫的话呢，我觉得也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。哦，因为心情会变好，对不对？整个那个夫妻的相处也会更和睦，我觉得也是挽救那个婚姻的计划。你就不会有人跟我说怎么都没在扫。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有这种服务真的很棒，很贴心的。对呀、啊。然后他们家今天使用下来，我觉得蛮推的哦，真的很推。然后我会把他们的那个。我找的资讯啊，还有什么资料呢？就放在下面说明栏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啦。对，好，对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As I need to see the horizon and the far. Excuses were two for a penny.